바뀌어도 적정글 없으면 무조건 되는 거라 그냥 별 생각 없는 그냥 똑같은 것 같은데 그냥 뭐 코치가 준비하는 거니까 그거는 선수들은 그냥 열심히 게임하고 전략에 맞춰서 호흡 잘 맞춰서 게임해야죠. 狗头的英雄就感觉是打天使的选择吧。就首赛的话，就现在就感觉和之前差不多吧。就还是感觉挺喜欢压力的，就稳住吧。哦，还是要来，又是同样的位置，但这次是一个列娜塔，列娜塔的身板可没有那么的硬，铁腕进攻拉一下，但自己可能血量已经有点危险了，一传毛下去拿下了一血。有眼看到了 Sova 这个位置走过来要吃钩的，列娜塔也来了，勾到了，隔墙勾到，而且鸣人怎么给到了减速，闪现再给个进攻的效果， Sova 也倒了，闪现给黄牌 Dive Boy 手上有个进化在的。反而是这个位置被列娜塔 Q 了一下，对，上来上路抓了，但是眼还没有消失，小乐烟一直在野区和上路往返跑，帮忙勾一下，给夹子夹到了啊，身上是没有闪现的，这位置要出现杀了，升了个三级，给自己一个及时救难，但是队友并不能帮他杀人，最后快感触发，没有选择继续追，看一下下路还没，这个勾墙有点小失误，铁腕进攻拉到了，冤家闪现还差一点点转好，就技能 CD 可能没好被恐惧到。泽利拿到了赏金，上路猪妹追着天使揍，大招也给了挂点燃，伤害不够，他们还是选择把这波线压一下，换国血夹子夹住了，但 W 技能被小兵给挡了，这 W 没中，中了的话能打闪，交大招走位扭开，换国给了个治疗术，因为上下两路都没有，但下路好像有机会，一技能先给个减速，还过来交闪现，闪现铁腕进和交进化解开，看哪一个来的路上，梦魇帮忙关个灯，飞的是上半区，蓝山大招已交掉了，恐惧到了猪妹，这边要先杀小乐炎，小乐炎的血量已经很残了 ，Q 技能过去没有打出击杀，所以没有凯旋的回血，安就也来了，给了张黄白，快跑这里也走不了，因为快跑是没有闪现的，想换 Sova 但伤害并不够。还可以，妖姬吃了一层镀层，但毕竟是一个勒芙兰，就感觉没有那么痛了。是的，勒芙兰这个英雄和飞机比，还是后期能力差多了。是的，主要这个 Q 被小兵给挡住了，所以毛僧第一波伤害没有打满。然后两个人激活小乐园。然后这里中路兵线是重置的状态，卡牌也找到一波机会可以飞。但预言家也过来了 ，Strive 这位置应该是吃不到这个镀层了。想勾一下，让 Strive 上去吃多层，他可以收购，放的还可以，留到了预言家，铁腕镜头再拉一下，提前就过来蹲守了。想把这个红踢走，逞下来，反手勾一下，但是被盾给挡住了。挨过一个大招，先刷到伤害，但是这个爆炸果实把预言家给点了回去。这边这样的话，关灯飞，而这边一片漆黑，找谁？及时救援已交出来啊，没有人帮他复活。桑本一个人顶了上去，但自身身板是比较脆的，因为泽利在那个位置根本碰不到人，在上半区环绕。而且这把 R 的阵容对于天使来讲的话，威胁性没有特别大。他虽然有很多控制，但是只要第一波控制他没有直接给到天使的话，他就有很大的机会去输出。对，而且这个位置卡牌飞到人群里面去了，主要还是正面伤害有点不太够。不够，这个就靠泽利一个人。预言家的位置是想打的，恶意收购放的位置还可以，预言家已经被自己的队友给 A 残了，一脚踢过去，又给自己贴了一个贴了个及时救难，但是预言家没有死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复活。这边微博先把中路线处理的还不错，所以金克斯第一线没办法过来。现在这个中塔会被点，
感觉有机会点掉。有机会拿，但 NOC 大招好了，直接飞过来。这边站长骚风是比较脆的，这一脚没踩到，因为是关了个灯的情况下，也交出自己的闪现。卡牌大招，但是也没有好位置飞。看到朱美人靠过来，又勾到了，勾到了啊！朱美给大招接上，控制链衔接啊，交出了自己的闪现。守护者配合一技能的护盾，没有。中路这波 R A 第一时间没有人防守，这个塔会掉很多血量。而且看到朱妹在下半区现在不是很怕，预言家这位置是有机会开的，闪现过来动作快，光姐给了个大招，但 NOC 关灯帮忙掩护了一下，这边开到了 Strive 做了一个正面的一换一，天使拿下了 Strive 的人头，一脚踢开了给到大招的幻风，这边的话想撤退，朱妹的大招减速到了 Angel， 但是 Angel 的距离已经拉得很远了，反手给张黄牌定一下，打了个一换一。这波朱妹也是在关灯之前直接踢到了正面，而且天使应该是本来就在正面附近的，最后打了一个一换一，但是火炮的黄牌块宝顶了上去 ，Q 技能天使这波是没大的，金克斯大招打到了骚文的身上，骚文也只能往后撤退。嗯，但金克斯依然是第二件火炮的出法呀，所以就算这波打了很多的 AOE， 也是感觉到，因为这波交换本来是比较赚了，人群之中找到了泽利。嗯。铁腕军和拉到了 Strive， 做了个互换。这是微博前往前推进的时候，左边 F 六这个草这个坑里面没有去给视野，所以给到了一波 RA 去打前手的机会。罗筛大招也是好的，带着火炮这一枪暴击了，打了波小 AOE， 中路要开大了，大招过来没有定到专属的人，只给到了个减速的效果。卡牌反手黄牌掩护队友撤退，就感觉这个时候蹲人可能是最好的。就效率最高的一个办法，因为上半区是没视野的，一片漆黑，摸黑前进，奥被秒掉了。Strive 这波单偷，两个大招一起交出来，先找 Strive 能溜吗？交了自己的闪现，还在拉扯 WG 的魔影迷踪好了，继续溜。骚风在蹲影子的位置 ，Strive 选择过来收收兵线，准备去送塔了。操作应该是操作不了了。NOC 吃下了这个头，开动了，直接开始打大龙。Strive 已经 TP 绕到蓝 map 的位置，正面看怎么说。Cube 也在往这边赶，但 Cube 现在大招也转好了，预言家也在赶来的路上，五千血。先关灯掩护 ，Strive 进去探视野，找了一下抢铁腕金箍棒的拉开了，恶意失控再给一下，这恶意失控的线结果非常的好。正面出兵大招过来，双方用盾给挡掉了。W 技能解锁到 Angel， 留人手段有点不足，但 Strive 绕到了一个比较鬼魅的位置，这个位置也是躲一下对面的人。嗯，这个中塔。R A 得放，这边要开了，有进化，这波闪现黄牌直接进化就解决掉了。这样，男九捏着黄牌上来了，带着火炮的，可是队友跟不上啊，选择自己走了上去，坚持的招给到他的手上而已，而且恶意收控的效果还不错。朱美反正给个大招，但是 iBoy 没有人能碰到。这里的话 ，NOC 开大掩护下队友，关灯过来的话，乐言选择踢了进去，自身身膀是有点废的，顶不住了。坚持闪现过来拍，拍住 iBoy 的闪现。侧翼的话 ，Strive 也没有办法，没有状态再来正面了。天使这波一个人一往无前，扛了波防御塔的伤害，虽然被换掉，但是朱妹也倒地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条小龙对于微博来说是有机会先去守住位置的。小龙现在还没刷卡牌，这边开一个大招，想去找一下乐芙兰。那乐芙兰这个时候 WCD 已经好了，身上还有个闪现，飞过来有火炮的。怎么走？来张牌直接能杀。狂 A 了好几炮 ，A 晕了把队友 A 晕了，差点把泰坦 A 死。然后后续也没有让他可以收到这个残血的列娜塔，就蛮可惜的。其实天使这个大招给的还挺关键的，第一线没有让奥被秒。嗯，还有就是 NOC 这个关灯，嗯，导致正面 RA 这里看不到人，有点很伤。拖到这种时候，乐芙兰正面团作用就比较小了。啊！又是开皇冠顶上来，恶意收购位置非常的要命，大了四个人。天使给他说：“哦，还没有死，其他人都残了。”RA 这波得撤退 ，W 技能想减速没有留速，但是黄牌技能 I 到 I 外，虽然进化解的很快，但是个提前解的进化。哎呦，这完美位置。水解得很快了，嗯，水 A 了一下，是的，但限制了正面打输出的时间，这确实还是这个位置放得太好了，嗯，解扫了这个还在飞行的过程中，哎呀，而还是想开的，卡牌开大招先看一下对面的人在哪，众人抱团，那这样的话卡牌不太好找落点，飞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，但是有队友在，先飞进去，这波体积解锁了很多人，金克斯这边秒掉了，这边已经没有伤害了，所以这波在拦下对方的退路。
这波 Angel 很大胆的一个选择啊，因为自己是有金身的。可惜啊，幻风没有闪现，不然这波有机会是稍微续一下的。嗯，拿到了一个三杀，要一波结束比赛了。那这样 R 剩下的两人也是没有办法防守对面给到的压力啊，五人齐推，天使大招也交了出来，在雪线门口刷波伤害，一波拆掉基地，恭喜 WBG 拿下第二局比赛胜利，双方战胜1-1平。是的，恭喜。